脸之塔，集合！阳光小镇建设计划正式动工！啊！胖熊，你搬到这里。好。建小镇太累了。这是床单。好饿，还是先找点吃的吧。补补，这边。好的。补补，那边那边。嘿嘿，很好，我们的迷你阳光小镇初步建成了。咦，怎么好像少了一个人？少了我呀。抱抱龙。哎，啊，咦。啊，怪兽啊！嘿，我要把这里破坏掉！哇哦，不要啊！看我的！我来了！哦，嘿嘿，你这小怪兽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！补补，你太棒了！是我的！我先！宝盒是我的！这是什么？花样花样！让我来！孩子们！米莉老师。早上好。哇，这个好像人脸啊。咦，真的耶。这个和火星脸好像啊。火星脸？什么是火星脸啊？人类航天器曾经在火星上拍到巨大的火星脸哟。我也想知道火星脸。火星脸？哦，我想到了。那大家出发去看火星脸吧。百变校巴，安全抵达。火星脸在哪？补补，我们不是到了火星脸了吗？怎么还没看到火星脸？我来找找看。这里太大了，让补补侦察机来帮忙吧。随机应变，超级百变，补补。百变装甲合体，酷炫装甲出动，补补侦察机出动。
扫描完毕，投射画面。哇，真的有火星脸！可是，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啊，我们现在就在火星脸的，鼻孔上。火星脸这么大，难怪看不到。聪明的我想到了看火星脸的办法。火星脸大概有2000米长，1.5千米宽。缩小比例，做个小的火星脸出来。火星最伟大建筑作品由我来完成。搞定！火星脸行动开始。哇！谢谢布布，布布，快去帮胖熊来了。布布，这边这边。哦，布布，那里，这儿，还有这儿。这样就没问题了。小心，抱抱龙。哇，好高啊！布布，还不够高，还要搭高点。再高，嘿，让飞机布布来帮忙吧。随机应变，超级百变，布布，百变装甲合体，霹雳旋风，出动。机械臂，哇，好大的玉米！这不就是个玉米塔吗？没有火星脸啊。艺术是需要打磨的，再修饰一下就能看出人脸了。哎，那让抱抱龙来帮你吧，我要把这里破坏啊！抱抱龙小心。这怎么回事？是沙尘暴，大家快躲进塔里面。好玩好玩。布布，快进来。好。这里好黑呀、大家都没事吧？我有事呀。胖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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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我饿了。哎呀！沙尘暴消失了，我们安全了，太好了！可是出口被堵住了，这下要怎么出去呢？一堆沙子而已，包在我身上。根本挖不完啊！好热啊！让我来帮你。萌萌，吹风机有了，我们找米莉老师来帮忙。米莉老师，嗨，布布。你们这是在哪儿呀？我们被困在石塔里了，沙子堵住了出口，有可以加强风力的装置吗？就让我看一下有什么升级道具可以给补补吧。就是你，
蝙蝠加吹风机，完美结合。百变装甲如何升级？随机应变，超级百变，不不，霹雳旋风，帅气登场！不不，好酷哦！嘿、哎、嘿，接下来还有更酷的。目标锁定，哇，冲补补，我没事。哎，沙子又盖住了洞口，我们还是出不去。别担心，我还有绝招，储存能量。哇！终于出来了！哎，好饿！各位，嘿嘿，我的火星杰作完成了，就跟刚刚比没什么不一样啊。让聪明的我来告诉你们，补补。向上飞高一点，启动投影，没问题。启动投影，嘿嘿，时机刚刚好。补补，现在拍照。好。什么？嘿，你的作品是打喷嚏吗？啊！好了，你们别笑了，别看了，不要看。开心上学，大大的世界等着你，快快乐乐天天在奔跑，蹦蹦跳跳烦恼不见了。不不不不不不，消防队长在这里，不不不不不不，热水警长在这里，不不不不不不，护卫船长在这里，大家别害怕。我的英雄，我的英雄会出现，快点快点快点来到我身边，一路有你守护真的很安全。